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来阿 N 与阿 Lam 频道，今日继续同大家分享粤剧名伶陈艳龙的演艺人生。咁上一回就讲到喺1956年同埋1957年啦，陈艳龙就分别加入咗耀荣华剧团同埋呢一个升平剧团，咁就分别同阿陈锦棠、王千岁、欧阳剑同埋阿麦炳荣佢哋演出。咁跟住时间就去到1958年嘅10月啦。咁喺1958年10月，陈艳龙咧就去咗美国嗰边登台巡回演出喎。咁而且喺同一时间啦，当佢登台美国嘅时候，喺美国登台嘅时候啦，佢就直成喺美国嗰度归化。入籍了美国添喎，咁喺美国巡回演出嘅时候，最初嗰两年啦，佢就系同阿王千岁拍档噶。咁同王千岁拍档嘅时候咧，个剧目啦就有呢个穆桂英啦、刘金定啦、吕布啦。13妹大闹能人子啦，无敌女英雄，同埋陈公骂曹等等。咁后来阿王千岁就做咗两年之后，就王千岁自己就翻咗香港发展。咁于是乎阿陈艳龙留翻喺美国，佢就改为反串呢一个做文武生。咁嘅繼續同阿秦小妮、歐楚喬、雪艷梅、黃金愛、張武柳、伍丹紅同埋阿燕群芳等人啦，就繼續合作喎，即喺美國繼續演出。佢就改行當，轉為做文武生，其他嗰啲就做花旦。咁佢亦都曾經同阿黃超武同埋鄧偉凡合作過噶。咁就係咁樣，佢就喺美國嗰度啦，就逗留咗5年咁耐，即係演出巡迴演出咗5年。咁演咗5年之後，咁就翻香港啦。咁喺翻香港途經夏威夷呢個檀香山。即途中啦，就喺檀香山嗰度逗留咗1個禮拜。咁佢逗留咗1個禮拜咁耐，系做乜嘢咧？原来佢喺当地啦，就系探访咗呢一个另一个粤剧名伶，我哋早轮先至啱啱介绍过嘅俏丽张喎。咁当时。阿俏丽张已经是70岁高龄了。咁当时70岁高龄的俏丽张，原来就在呢一个檀香山嗰度啦，就开了一间餐馆，就叫做天天餐馆。咁阿陈艳龙就是咁样，佢喺嗰度咧就探访咗阿俏丽张，就逗留了1個禮拜咁耐。咁啊，1964年7月8日啦，咁啊，陈艳龙就同埋佢个仔啦，就一齐翻到香港啦。咁佢个仔当时啦，就喺加州福利亚州啦，就读紧呢个大学，就读紧呢个化学硕士课程噶。咁因乜解救读紧书都仲要赶翻嚟香港啦？咁原来就系佢要翻嚟探望佢个母亲，因为佢个母亲就78岁，咁就当其时就因为病重就入住咗法国医院，咁佢就翻嚟探母亲。咁当其时啊，陈艳龙啦就住喺何文田嘅。而除了探望佢嘅母親同埋佢個女之外啦，
咁喺同年嘅七月十三号晚上啦，佢亦阿陈彦龙亦都应阿罗彦卿嘅邀请，咁就前往去到阿罗彦卿喺九龙塘秀竹园道嘅屋企啦，就晚宴嘅。咁同时受邀请噶啦，当时就仲有阿邓碧云、祁少英同埋余丽珍添。咁此外喺七月廿四号嘅下昼啦，咁佢就同埋阿祁少英一齐啦，就去到港岛中环嘅戏服大王嗰度。咁既然翻到嚟香港啦，咁就顺便致一啲架生啦。咁佢就去到呢个戏服大王呢个关秋嘅服装店里边啦，就订购戏服。咁另外啦，亦都去到呢个就记头笠店，咁就购买呢个头笠同埋假发。咁而且佢仲采购咗一样嘢，一样好特别嘅嘢喎。是乜嘢嘢啦？就是佢嘅特色啊！佢嘅特色表演所需要嘅道具是乜嘢嘢啦？就是佢采购咗500个沙煲，咁就准备运翻去三藩市，爱嚟表演佢嘅绝技踩沙煲之勇。而喺隔日嘅下午三点啦，佢又应曾经向佢学习粤剧嘅凤凰女嘅邀请，就前往呢个雍雅山房嚟到午膳同埋晚膳。咁喺呢个午膳同埋晚膳啦，随行噶啦，就仲有阿陈锦棠、罗彦卿、祁少英等人。咁三部轿车车佢哋一齐去到呢个雍雅山房嗰度食午膳同埋晚宴。咁之后啦，喺八月十四号啦，佢就去呢个香港丽的影星嗰度亮相，咁就接受咗梁少恒嘅访问，咁就讲述佢喺美国嘅一啲趣事。咁后来喺同年嘅八月十七号啦，佢就喺呢一个香港八和会馆喺九龙油麻地弥敦道呢个平安酒楼啦。咁呢个八和会馆咧就为阿陈彦龙就摆咗三围酒席，作为洗尘之用嘅。咁喺呢一个洗尘宴里面啦，出席嘅名伶啦，就包括有啊陈锦棠啦、凤凰女啦、梁醒波啦、黄千岁、白龙珠、祁少英、关海山、萧仲坤、华云峰、梁玉坤、李若外同埋王者师等人，咁相当之热闹嘅，总共摆咗三围酒席，就喺呢个油麻地，即系喺阿普庆戏院斜对面嗰个平安酒楼嗰度，咁啊相当之热闹嘅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陈彦龙嘅演艺人生，分享到呢度又暂时休息一下先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呢个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好，下一集继续同大家分享陈彦龙嘅演艺人生。拜拜。